哎呀，这位巧克力叔叔啊，拜托你啊，我那个风筝啊卡在那个上面呢，扯都扯不下来呀，帮个忙吧。啊，这可能是线缠住了啦。哇，把人家窗户扯下来了。这怎么会卡住呢？啊，糟了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阿丁，你错都给错了呀啦。哎，哎呦呀，那什么门给错了呀。哎呀，我的窗户呢？不见了？什么？是不是你把它拉到地上吹的？